啊，那个好累格，他又在爆，又在爆，卡住哎！那个累格，像我的战舰直接飞到对面回来，砍他一下会累格哎。嗯，加分跟绿老师打，我都放好了。不，太多箭了吧？哎，有我不要咬我，你出去。我们左边可以用跳高台出去。累格了，我没有在放倒，我在放倒。哦，这个往回累。我跟你说，怎么突然走到这边，然后累格？这边怎么全部都？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 加分祭坛，加分祭坛，加分祭坛！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！网友来咬人喽！哎呦，看到，看到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下来了。他在空中直接跑啊！超冲的！很会。还好有看到。又一个是不是？又一个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爬上来了！家里，拜托！有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我写的。耶，我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。我就看到一个稿子在空天空哎。嗯，卡在屏障上吗？ 遗忘三六，等下来了，这个是谁？哦，没事，哪个是谁？又有吗？分红核心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那种深红核心看起来像蓝色的。红核心，哎，遗忘被村民卡住了，走出来了，哎，走进，走进，走进。他们在过了，他们在过了，怎么样？他们把我抬到我的上面，哦，又在炸。以前你走开。 跟你看起来最快，六秒，没走，只剩我三，我三来来来来打，前面扣，前面攻，别那边，别那边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抢抢抢，有抢到，为什么？我又那个了，我们的大玩家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又那个，怎么这么那个？奇怪，他怎么来的？他怎么弄？我这，哎，爆炸小心爆炸，怎么来的？我们左侧一直被。 偷，所以是左边吗？好，对，左边那个他那个巨臂从那个跳台上去的，他们有跳台连跳过来。嗯，好，儿子是小雨哥，嗯，顾一下哦，我回家换核心。哎，帮手，嗯，哎，帮手，嗯，可能吧，哦，好，没事。 哎，他走路是不是变好快？上面有一个，上面有一只，左边上面有一只。我等下放，我等下放。左边下箭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分数发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ID。哦，中间。哦，小心，他们有力量效果。我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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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。好好好。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退了。好，小黑，小黑准备了。那，很好手。左边，左边。我想说回去买。啊，看你在那边守。没关系。哦，我看到手手了。对，等下上去，等下上去射他。我会躲在那种地方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二零加油。 快点！哇！我都没看见。偷偷来啊！中间，中间啊！看看啊！不要！哎，有两个，那边有两只。他偷，他们爬上去了。哎呦，有两只哦。好，我们的骷髅复活了。骷髅复活了，我真要放了。从左边拉，从凤凰山，分数要被打了。分数有骷髅吧？哇，这个。 这个没装哎，打不了多少，不要抓我，你不要抓我，怎么了？我们的左翼左边有一个人入侵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我在我骷髅在，那个敌人们怎么后面？从我家的那个，哇，砍了他好几下死不了，怎么那么猛？哎，这样也死啊，被凭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怎么还打出来啊？伊翁在边缘放范围那个招啊。 就打到我队里来啊！谁叫你一直嘴遗忘？在嘴啊！中间有一个，中间有一个，再下去，反正前面，反正左边。哦，痛痛痛！我那个这个打超扯。他下去了是不是？应该一直回复吧？这才可能盯住。他们那边有一个跳高台，所以他们就走上去过来。躲车有一个，躲车有一个喽。好，就干嘛？被遗忘烫了一下，我痛。我们的被遗忘烫，我干掉，我干掉，我干掉，我直接被西瓜打烫死了。真的。 中间好像有一个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左边右边上面都有人，那是。我怎么跳了？我一直在那边。我跳。记得是三个吧？我顾左边，我顾左边。哦，遗忘的那个。哎，遗忘掉啊！两秒，我刚看两秒，被打掉了。然后还想要扔爆弹。我那上面那一个好烦哦，因为那个拿不到。 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靠近了，爆弹没有用。哇，又被偷袭啊呀！哎，这是一个。
走开！不要想走，不要想走，不要想走！给我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三张盾牌，太哇，多了！哎、欸，稿子，稿子，稿子！哇，怎么帝打不王死来了，他？帝王来了，帝王怕，卡住！不是我边打，然后边看到蚁王走过来，超恐怖要小心，要小心！中间又脑子来没放好。好。那个是打超久打不死哎、欸，超扯。对啊，那边有两个打超久。我刚刚那个我已经追超久也打不死。对啊，因为杰克已经打他打很久。二零，嗯，浓很久的状态。搜一下，你搜一下，我要补一半。我补，我补剑士。补剑士，你可以那个补补手榴弹。哇！我听到，哇！好险，差一点点。他听到你的心声了。他听到，听到补手榴弹。去打他们的分数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要小心了、喔！我来了，哦，吓死我了！我终于换到异国速贵啦！有人来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还不异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个就是这个，这是咪咪眼的，咪咪眼那个还在加还在加，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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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终于可以来异国一下了！哎呀，终于有异国哇！异国，行行行，哎，我们的战神又被挖了，臭家伙！偷偷摸左边上面是哇，爆弹爆弹，做半套，哎、欸，太高级，炸不了我，炸不了，炸不了。那种感觉有人在打我，有啊，后面，哎、欸，右边，这边是不是有人过来？右边有人呢、欸，好了 ，OK 吗？可以，没事没事，中间有人，那边下面被找到，一望三十秒，一望三十秒，想跑，哎，刚左边的人呢？没死，我先放回去好了。遗忘要打，遗忘要打，要时间要到了。看你也不行了，二十秒。哦，遗忘多久？十五。啊！快快，他们人都来了。嗯。哎、欸、上扛扛扛，都到。那个遗忘靠近很可怕，小心炸弹，小心炸弹，小心炸弹。啊，那个。打！有没打了？有我们的，我们的，我们的。跑！漂亮漂亮，送你。头也不回的冲回家，啊！一言不合，走一边！哇，又炸又炸又炸，好可怕！外面的世界，哦，那么可怕，可怕，可怕！右边，右边要上去上面。哎，加分祭坛是不是可以做了？哎，加分要新的吗？加分应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哇，这燃烧燃烧！哎哎哎，差点弄错，是我们的。中间有一个，中间又爆弹又东西，需要帮忙。来了来了，救命！还好吗？还好吗？不好不好，他死了。自演自演自演。弄死他！哦，那个回去了。手机刀下去了。来，大家用绿宝石可以多换一件炸弹。好。炸他们！遗忘手快点！来。气。我很慢。他打气好像打很慢，可能都然后我都爆冲哎。哎呦呦呦！有人在。楼上那个巨壁，楼上那个。哇！小雨，你没看到右上角啊？啊，我没有看到，我直接他站在书柜上直接炸你。我没有看到，还是我低头在附魔。哎、欸，我们左边的加分祭坛很危险哦。右边，右边有人。啊、绿宝石，绿宝石有人。啊，被挖了。有人是不是？这怎么鸟蛋路啊？鸟蛋路。哎、欸，不然走这边啦，不能走这边。没关系，你咬我放。你们有要战斗了吗？可以啊，随时都可以。是假的。黑暗兵法。打架咯！打架，力量效果！打架咯！哇！你说打自己的珠宝吗？对，我修饰珠宝。哎，家里有一个，家里有一个。哦，家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哎哎哎哎！赶快来拿！力量效果，我见的。有力量还有十斤啊！那给你，给你，好，好，冲冲冲！没有你拿，你拿。我当弹装就可以。这是力量效果三哦。可以，可以。哇，好像有点猛哎。对，你们要战斗，再跟我说一次。你，我上来打那个、哦、火焰，有打起来了吗？打起来吗？嗯，你按 tape 啊、哦？这个很痛，这个很痛。两 tape 怎么了？
哦，跳了可以看血量。哦，小心小心，黑暗兵法再一次。哎呦，这有回复效果二。有吗？没有回复效果吧？没有啊。还是吃西瓜的？为什么我有？在家里吧。啊，家里才有，只有力量。哦。有人来我们家，有人来我们家右边。哪里？哪里？哪？真的。会混沌，回归死去啊！又是回归死，下次又是回归死，回归死，然后红衣小姐，又是右边，又是右边，哎，没事，那个在射，哎，这个结果，有来，炸死啊！他逃了，两颗换他回归钻，没有，哎，辅导一攻啊，没被打掉，被打掉，被打掉，那个没事。我们左边分数要补哦。哎呦呦，我来补来补。黑暗兵法暂时先收一下。不能玩了，不能玩了。那有三个，太凶了。那超厉害吗？游戏王啊，牺牲2000分数换来攻击力啊。对对对，不玩吗？哎呀，专业送分啊！专业送分啊，烧死啦！牺牲大马。嗯，是有人要赏你啊。啊！有人在那边扔爆弹。我那个箭矢换箭没换好。你们太靠近了，2000。哎，家里，认真。有人。我家是不是有人？有。我刚刚是不是讲了？有啊，跑啊，跑啊，回啊，你回。他是。我就把你们绿宝石都收了。我在打他们的小河。完了，我要站这边不动了。右边又来了，右边来了，右边在敲我们的核心。他跑了，哎，这么靠近没有用啊！哎，那个可以吗？掉到家里，宝石被挖掉了。挖？挖了几个？全部吗？一个，一个还好，总共两个。好，那我拿出来。哎，又有人来了，中间。我怎么又来的啦？哎，掉到洞里了。这上面的人老板，还有那个破泥盾，破。我要再放巨币了，不然的话又被射。哎，他站着，你以为补得起来吗？有，你看，有绿宝石补完了。哎，怎么那么硬啊？左边上去一个，太扯了吧？哎，左边上去一个。好，我来，打不死哎，打不到，他跳进去了。那个啊，上去，反心，上，头上，在上面，家里，死了，他现在还带西瓜，他装一定神装了。我想，对。哎，又听到了！哇塞！逃！中间又来了！哎，那火焰真的好痛哦！中间需要帮忙。博士，中间需要帮忙。我先换把剑吧，换把剑。大宝给你。哇，太多了！我掉下去了，中间一个哦。好。卡住！挖西瓜补血。然后那个会燃烧。我死在西瓜岛。我们家外面西瓜岛，我换太慢了。那个装备是两边的装。被捡走了。哇。我应该早点用。卡住！有满满的东西。捡啊！捡宝！在那个巨壁上哦。中间左边那个。卡住啊呀！啊！中间又来一个，他已经在挖右边的。哎，遗忘，他把右边的都挖掉了。遗忘又分了，他把我的分数都挖掉了。没事，我来补。家里小何，玩一下。他在放他们的。哎，他怎么会跳下去？装备不能让。嗯，这是他们家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他们家的小雨牙卡吧。我有我稿子，我搞剪刀，右边挖一下。那个小何记得补一下，小何记得补一下。他左边我买5个出来了。哎，右边有一个吗？不要买错哦，不要买到他们的。跳一下上去了，那个横的，反击右边哦。好，左边有，上面下去了。哦，哎，中怎么了？没事。下一下，力量，有力量，要黑暗兵法，不是我啦，绿宝石区又来了，哎呦，那个啦，拿不到了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下去，站这边，左边要注意，好狭隘啊，再掉一次，你要小心，遗忘100秒，我先回去一下，一拳，你说你有装备？
衣服跟裤子。什么衣服裤子？你不是说你有？把我剩那个杰瑞穿走了。嗯、啊好，那没关系，有用到就好。今天都是全套的啦。哦，我那个。我也那个，我就等一下重进一下。嗯，好。家里的蛋没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家后面。